信用卡是一份信任，更是一种契约。1985年，中国银行发行第一批信用卡，这张薄薄的银行卡，不仅引入了提前预支的消费模式，更意味着一个信用社会的到来。 早晨6点，广州友谊商店经理廖建雄收拾妥当，准备迎接新一天的人潮。人头攒动之中，信用卡等支付手段方便了人们的购物消费。而就在30多年前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廖建雄从外宾手中第一次接触到了这种被称为信用卡的塑料卡片。 当时就觉得是很新鲜呢，因为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，信用卡我们怎么一个纸片就可以不用付钱就可以拿走东西的，就感觉是很新鲜。这份珍贵的影像资料记录了1979年秋季广交会召开的热闹场面。当时为了解决外商携带大量现金的不便，中国银行与国外的东北信用卡签署了代理协议。 国外信用卡从此进入中国内地，但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，这种新鲜事物离他们还很遥远。1980年，沿海地区率先开放，与广州毗邻的珠海被设立成为首批经济特区之一，迎来了快速崛起的黎明。 从广州来到珠海工作的银行员工周秉志，至今还记得珠海刚设立特区时的窘迫情况。一进来，只有一条公路，一个红绿灯，一个茶楼，一个理发店。长途车站呢，就是在一点点的地方，还是烂泥路来的。我说哇，我为什么来到这里？周秉志不曾想过。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，珠海这个曾经的小县城迅速崛起，商业旅游业蓬勃发展，人们的消费水平大幅提升。但当时人民币的最大面额只有10元，对于生意人来说，携带大量现金十分不便。而当时银行所使用的存折也还不支持异地取款。1984年，周秉志前往香港探亲。 与哥哥喝茶时看到的一幕，让从事人民币存汇业务的周秉志感到十分好奇。喝完茶了，他们结账了，就拿个卡，就出来一刷，哎，就可以搞定了。那我觉得很好奇，我说还有这样的东西，这是什么来的？他说信用卡。马上灵感一想，这个东西给我们老板知道也好玩哦，也是一个好事来的。问他这个东西。 哪里有那个宣传的资料或者，那些小单张啊，有没有啊？他说，哎，我带你去银行看看喽。回到珠海，周秉志把信用卡的宣传资料交给行长，并大胆建议引进信用卡。很快，在珠海地区发展信用卡的可行性报告发往北京总行。 信用卡业务的开展意味着将挑战中国几千年来量入为出、落袋为安的消费理念。当时中国内地还处于计划经济时期，物资匮乏，连米面粮油这种生活必需品都需要凭票定量供应。超前的消费是否适应当时的国情，引发了银行内部的讨论。在《中国银行银行卡历程》一书中。 详细记录了这一过程。时任中国银行总行副行长的李玉民认为，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，中国必将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，立足当前放眼未来，信用卡必将成为银行金融业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产品。在李玉民的积极推动下，中国银行决定发行自己的信用卡，批准由珠海分行先行试点。 此时的珠海分行各项业务基本还停留在手写珠算的方式，筹备小组的成员们要在一页白纸上绘出信用卡蓝图的第一笔，难度可想而知。我们点钞的方式
就是用手来数，啊，最起码数三次，没有错了，再把它收起来，记在那个记账卡那里。以前都是用手工来记账，用算盘来计数的，根本没有现在这么科学啊。要开办信用卡业务，光靠纸笔算盘是不行的。当时制作与使用信用卡的设备，中国内地并无厂家生产。一行人在香港联系到一家设备制造商，将整个制卡流程都搬进了珠海。他呢就操作很简单，第一个呢就是把那卡就放在这上面，比如说我要打那个账号，就肯定是数字了。第一行我就这里是左右左，然后呢打完了账号以后呢，我就打他的姓名。这台引进的压卡机由银行员工曾艳妹手工操作，一张一张地压制出卡面上的信息。与如今使用身份证即可办理银行卡不同，1984年，我国的身份证制度刚刚开始在北京试点，珠海市民需要手持户口册或工作证去办理银行手续，这给个人信息核查和追溯带来了不便。曾经参与国外信用卡清算业务的郑志英意识到，要开办信用卡业务，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制度。国外的信用卡以前的一直都是凭签名来验证的，没有用密码的。卡背面的签名跟签购单上面的签名，就是直接购货单签名是一致，就 OK 了。如果照搬国外信用卡的制度，银行就无法保证资金安全。情急之下，郑志英想到了一个最实际的解决办法。因为我们开卡就是本地珠海的人，也没有什么财力证明，就让他存保证金进去，就不像国外银行卡的真正的信用卡，就给你个额度1000块、10000块这样子。我们是看你存了多少钱就用多少钱的那种，但是可以给他消费，允许他透支，超出了那部分我们都没必要授权的。这种适合当时国情的信用卡制度很快便得以确定。这张长85.6毫米、宽53.98毫米的卡片是中国内地发行的第一批信用卡中银卡，上面的古钱币图标由周秉志设计。中银卡分为金银两种，金卡每户开户预存1000元，银卡预存300元。此时它背面的磁条还未实现数据写入技术，刷卡也仅仅是把凸印数字压在纸上。这张凭借签名就能消费的塑料卡片，在银行内部员工中试发行了200张，虽然仅用于发放工资，但是依旧迈出了中国内地发行信用卡的第一步。信用卡向公众推行蓄势待发，为了拓展信用卡的使用渠道，负责外勤工作的黄武区跑遍了珠海的各大商户，去推广这种新兴消费方式。我就自己去跑那些大酒楼、宾馆，再跟那些要签订那个合作合同，签完以后，那么我们就安排时间再跟他们的收银员培训，怎么使用卡的问题。就前面就投币这3个月就慢了一点，有些单位他说不可能这样做，签了名就不付钱，客人就走了。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，特别还有些商户，这些商户还拒绝的这些现象都有。在黄武区的推广之下，在22家首批签约商户的门前陆续贴出了人民币信用卡的标识，买东西不用拿钱拿票，在许多人看来难以置信。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后来跟我们宣传使用以后，他们觉得信用卡的用处那么多，再加上他觉得是身份的象征，很多人都会拼命的来搞申请。1985年6月，中银卡面向公众开放，首月就发行了454张，并且形成了由银行、商户、持卡人所构成的中国内地信用卡初级产业链。随着经济发展，这张方寸大小的塑料卡片逐渐住进了老百姓的钱包里。1986年，中国银行总行发行了全国通用的长城卡。1995年，广发银行推出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信用卡，
无需先存款再消费，每一笔透支也不再需要授权。迈进新世纪，中国银联成立，个人征信系统上线，芯片替代了磁条，甚至实现了无卡消费。随着信用卡的快速迭代，人们敞开怀抱迎接信用社会的到来。用这个卡呢，是真的省了好多程序。每个人身上不止一张卡，还有好多好多卡都有。30多年间，从钱货两清到超前消费，一张小小的卡片折射出中国人在消费方式、消费观念上的沧桑巨变。信用卡的诞生与发展，刷新了人们对于生活的理解，也刷出了社会信用体系的新天地。